坐轮椅，这个是伟晶集团的主席沈庆基，因为金华城的案件已经被收押两个月，听讲沈庆基认为讲去被撇开，讲脚拢被关甲变形，讲交报出来要甲这个不公不义的代志拍做电影，但是十几个看讲，伊甲柯文哲的关系真好，唔呐朱亚虎承认讲有送钱，嘛讲伊甲柯文哲伫2020年离个婚，伫市长室见面，啊，佮有橘子的资料嘛被解开啊，内底有记录相。双方会面的时间几落改，毛写雅虎来接。跟财团会面的行程居然没有在柯文哲的行程里面，而是去聚在橘子的行程里面，而橘子的行程里面还有多少柯文哲跟这些政商名流的会面，到底是不是因为橘子知道太多的事情，所以他知道如果回来了，检察官一问他不能不答，那柯文哲就会被一枪毙命。他感觉好像是北检已知用火，因为那个行程中央党部里面有很多人都看得到，没有故事可以写，总是要制造一些悬疑跟紧张。根据十几个报道，三人见面讲啥，橘子拢知影。橘子是柯文哲心目中的地位，甲民众党所讲的秘书，应该是差真多。因为你们根本不核心，他们怎么会知道橘子的重要性呢？对他们来讲，橘子就是一个毫不起眼柯文哲身边的小跟班，但他们完全不知道，在柯文哲的心目中，橘子是比这两个夫妻重要100倍。金华城的案件愈加愈大条，民众党嘛一直在骂赖清德政府甲检调单位，拜二阁开记者会，针对检察官办案是毋受公正。发布因做的民意调查，如果办的是你赖清德的政治竞争对手，那一定是要压好压满，没有足够的证据没有关系啊。请问赖清德总统，这是你要带给台湾的司法吗？民众党的人拢出来替因的主席化冤枉，但是伟晶集团用人头送政治现金，是毋是有啥物特别的目的呢？拢是需要了解的代志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更加侪精彩新闻，请下载 App 民视新闻网。